一会儿啊，我们要做一个声音的测试，主要是看一下大家谁的声音最有魅力。我这里有份魅力男士语录给大家。魅力男士语录，就是我不好，我想你了。哦，我想你了，别怕，有点劈了，再来一遍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再来一遍。好差，好差，这俩字都还劈。别怕，送你的礼物，还喜欢吗？